一种的水果店家，第二种品种的用些菜刀，那了些芒果广大多该用吧。当天呢，我要叫别了木晒，用些浪蔗为营养丰富，那多三个海底啊，明菜芒，明菜芒也一三个话浪蔗几片胡豆蓉，三个呢也一三个话那了些的菜蔬，种的水果店家芒蔬老苦黏浓甜，古末点菜芒。啊，一路上学的，你也莫上高呢，叫了某户工他给了热，那都得工程咯。看到东西浪着，老姑娘莫上高呢，叫了某户投入些好话，那招啊，招到某户高，那都得工程来点等给了热，老老那路上得去学。那招路好大咯，像阿些狗子好马光，那都拢成巴得啦。浪着古塞上高明塞蒙呢，叫了某我上高去给户工的人。工作都给省得难的，但他呢转菜工作，我做起都热种忙，要了上阿些狗子呢。那种都海边，那包子大转转轮的，上个明菜忙呢，为头浪着老虎，路说门子是啥了？就是呢，不要开门子海边，转转轮的上个呢，啊，你要海门子的家。上个明菜忙呢，要忙弄了木，你要搞路说开车，得叫一定的叫忙说。我你就比如说的呢，都得他本着得梦得梦，明彩够嘎达，有照说能做做做那得那车，搞那塔那几塔，搞那灯那几灯。俺呢背上熊熊头目，那烧那桌有桌得隆胸隆咚，扔了入入，明彩够嘎达。用水里摘把，我以为扔了入入，可那样能摸鼻子里，热个些些，点能摸着了么海，我路说的那是在不别的呢，点些还点没用个些，看见路等上高那了，要领导团队呢，为了么晒东西浪着，我扔下不够贴身点朝朝上高还点，明彩梦共朝朝女扮彩工作，我想那到多么西都那热种梦，那到后路中马光巴德拉好在解说。雨神，雨神，雨神，雨神！好了，现在掌声有请出我们的邹兴兰，有请他。
大家辛苦了，这么大的太阳在下面在晒着。哦，谢谢谢谢宝贝，谢谢。哇哇哇哇，这是哇这是干什么呢？您这是求婚吗？女神啊，我终于见着你了。谢谢。哇，唱的棒不棒？谢谢。长得美不美？是不是女神？在，谢谢。谁说女神经的？好，开玩笑啊，唱的真的太美了。刚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叫做……刚刚那一首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迷彩梦》。迷的哇，我这说话要不要这么轻柔啊？鸡皮疙瘩一地了，太温柔了。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表达就是说，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脚你宽你不宽，果然念了就有阿粉啦。不是，有人能给我翻一下这句话吗？我听不太懂，什么叫宽宽？跟我宽、哎、我不宽。很多都不用太懂了，太懂就不好了。是要跟我结婚的意思吗？谁说的呀？是不是要跟我结婚的意思？是吗？那就走吧。不对，哎，石头老师，您知道吗？您知道我们这个花山节里面为什么我们叫花山节？因为苗族的姑娘都是花，然后把所有的苗族女人堆起来，就像一座山一样，所以叫花山节，是吗？啊？什么解释？这是对了一点点哦。真的啊？那具体的意思是什么？具体呢，就是比如啊，就是我们今天采花生，我们民族吧，比如就是我和你啊，就我们。采花商，我们就是我看上你了。不要这么明显嘛！回来我知道的。啊，还没说完啊。意思不是这样，不是我看上你了，是我看上你的，你也看上我了。哦，就是男女青年相互爱慕，看上对方了。我也不可以全部都喜欢你吧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我全部都喜欢你。再然后的话，就是你有点喜欢我，我有点喜欢你，你就把我拉去你家做媳妇儿了。我拉着合适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抱着合适吗？我亲一下合适吗？哇，这神经！太坏了，你们都。谁说可以的？合适的，来上来。好，开玩笑啊，这是回到你的家乡了，对不对？刚刚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花山节，那么来到这里呢，也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你的祝福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很高兴呢，今年又回到我们马关来了，而且有这么多父老乡亲，到现场，我感到很高兴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用苗语给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好。古地梦多次扎擦绒都奥熊了，估计都露足马挂了，熊那张刚露足不没多次，姑娘还能很感谢没多次，我没多次的支持与鼓励，我在母猪弄呢，所以我在此谢谢大家，也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好吗？好，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声音不够响，如果我在下面的一定是好，一定要用这样来表达我自己的情绪。但是你刚刚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。但是我相信你的祝福大家都收到了，表达了新年的祝愿，表达了对每一个马关人民他们的关心和问候，对不对？